你老实点啊！谁啊？你好，我来收炉子。伤口，医生，你救救他，你一定要救救他！求求你了，医生，救救他吧！医生，他才20岁，医生，他太年轻了，你不要让他死啊！他是手掌受伤而已，死不了的。啊，不是脖子吗？不是大动脉吗？手掌。手掌受伤，为什么还会晕倒啊？那你怎么样啊？我，哎，站住啊！救护车，救护车，还有一个呢！今天晚间7时许，在本城西某公寓发生一起恋爱暴力绑架事件，犯罪嫌疑人高某当场被捕。据悉，因其女友陈某提出分手，傻男，高某因此怀恨在心，对其实施绑架。最终，陈某被其合租的4名室友成功解救。受害者陈某的室友林某被刀刺伤，现已送往医院进行抢救。哦，怎么样啊？没事。哎，小春，你怎么样啊？还好，我没什么感觉。哇，吓死我了，差点以为就出大事了呢。李小春，以后还是叫你林大胆吧。就是，胆子居然比倪锦姐都大，看看人倪锦姐吓成什么样了。那你倒是往前啊。
哪位是陈真真小姐？我是。麻烦您处理一下。他们看到我们在笑，会不会觉得很奇怪？是哦，我们才刚刚经历了死亡呢。小春，学长，没事吧？死亡，你想当什么电台？哎，不行，万一他也是渣男呢？哪有那么多渣男？小春，我们在门口有什么事教我们啊？学校，我来了。可是你没注意到我。你是不是不要我了？怎么会呢？就算你有事瞒着我，我也不会不要你的。对不起。再猥琐点吧你、啊，少南，你没事吧？吓死我了！没事。你知道我多担心你吗？你好。你好。哎，姓名、年龄、干什么的？你俩认识多久啊？什么关系啊？你们俩？黑瞳。他是少南姐的男朋友，看着挺像。你醒，你没事吧？你怎么在这儿？我在微博上看到的，你不知道，你现在都已经上微博热搜了。那微博上照片特别小，但我一眼就认出你了。怎么样，没受伤吧？我没事儿。那这到底怎么回事？微博上没写吗？我哪还有时间看微博，直接就打车过来了。你怎么样？就你俩有人啊？我也有好吧？哪儿呢？家呢？睡了呀。感觉好孤单呀、啊，从小到大都没有感觉这么孤单过，你来陪我好不好呀？哎，打车费我报销，好不好嘛，琳琳？喂，张鹤林，你敢挂我电话，你死定了！你一个学新闻的，连新闻都不看。快快快，庆祝我们顺利渡劫，拍照留个念。嗯，好了好了好，来，大家看镜头，三、二、一，换个姿势，换个姿势，快点儿，准备好了。好了，看看看看看看。哦，我好。
好丑哦，美美的不丑。嗯，以前这种时候你不都会吐槽我吗？陈真辰，你有漂亮过吗？我是那种人吗？扎心了。快看看我们的爱心奖，好丑啊，真的是。哇，天哪，我好胖哦。你姐姐好美，我不美吗？你美。疼不疼啊？没事没事。